下，大家就看得到我们西势国小的进步跟改变。惠美就任之后，一直在推广我们的英文，还有我们的 AI 科技。那校长跟老师们在英文这个区块，可以说就非常的用心。我刚刚也去看到我们孩子们的一些作品，也发现我们在美学方面的推广也可以说是非常棒的，是不是？掌声再次的鼓，掌声来，这个谢谢我们校长跟所有老师们的一个用心，好不好？那当然哦，我常常讲查某人好欢喜。那校长呢，今天七十周年校庆仪式呢，办了非常多的事情。第一个，祝福我们学校七十岁的生日快乐。另外呢，我们呢一直没有这个所谓的户外球场啊，这一次呢户外球场也一并把它落成。那我们孩子们喜欢的儿童游乐设施，还有我们南侧围墙以及我们校史馆落成典礼，都一并在今天给完成了。那在这边我们要谢谢，我常常讲地方出高人哦，一面土一面山哦，嘛要买回来哈。也要谢谢委员在中央来协助我们争取。那回你啊，也直接看到咱的这个六港福建的物件批，就紧批落去啦哈。那怎么样让地方能够更快进步，让孩子有更好的环境，也一直是我们努力的。所以这段时间来，包括我们补助了西势国小基础建设改善的经费，由我们的智慧学校教室的设备，还有亲近绿墙的一个计划，视听教室的优化，耐震补墙工程，还有我们装设防火墙工程，新设冷气电力系统，提升国中小自然科学领域的教学设备的一个计划，累计也有到2800万元以上，就是希望能够完善我们孩子的一个学习的一个场域。那在这边也要谢谢我们有非常多的校友毕业了之后还是很关心学校，像我们今天落成的校史馆，就是我们第十一届校友陈生潭董事长感念学校栽培之恩，所以呢捐款50万，我们掌声鼓励一下。他配合我们这个交我们呢县政府的83万整理的，把我们过去破破烂烂的一个这个校长宿舍呢，转化成我们的西势校史馆哦。那不但把这个房屋呢让它持续延伸，也把我们的历史哦也放进去。那在这边也要祈勉我们的同学都能够惜福，那感恩，然后不忘本哦。那在这边还是要再次的谢谢校长。刚刚呢一开始的孩子们的英文表现，爸爸妈妈满意吗？应该不错吧哈。那我想这个我们呢校长很努力的争取，那彰化县政府也每年呢都有一个叫做 ETA 的一个美籍教师哦，那也争取了那个我们外国老师来进驻哦，那提升我们孩子们国际视野哦。我想在这边还是要再次的谢谢校长哈。那另外的话我们也增加了很多，比如说食农教育啦，户外教育啦，自制教育以及游泳教学等等多元的一个这个教学，让孩子们在这边都能够充分的来学习。国小七十周年的校庆，那我们非常感谢我们的政府和县府非常的照顾我们，那跟我们的中央一起合作，我们这一次呢总共有5项工程要一起落成剪彩，那包括我们的办户外球场、南侧围墙，还有学生的这个游戏场，还有演艺厅以及我们的校史馆都在今天要落成。那除了这个工程落成之外，我们还举办了很多的这个静态展览，有学生的作品，然后也有书法大家的这一个展览。那在这边呢，都非常欢迎大家一起来共襄盛举。